我又来到了乡下，左边都是山上，空气很好。すごいな。ど田舎ですね。田舎の中の田舎って感じ。上次的影片是佐渡岛，然后我现在跳到这个岐阜县的郡上八幡駅っていうところに来ました。那为什么我现在人在这里呢？是因为我之前播了那个 IG 的现实，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密我说，我现在住在岐阜县的郡上市，因为我现在是找住日本的台湾人嘛，所以他就密我说可以来这里玩。まあ今回ご縁があって岐阜県に来ました。他住的地方不是这里，我等一下还要坐电车过去他住的地方。这里是车站的对面的一条路。田舎って感じですよね。喫茶店とかもありますね。人はあんまりいないです。你看这个，用木头做的阶梯。这个是车站哦，大家好复古的风格。我们现在也在这个徳永駅，他应该差不多会来这个车站。こんにちは，はじめまして。你叫什么名字？日本的名字？日本的名字叫做大坪愛理。ここでその普通にあのみんな愛理愛理で呼んでますけど、で本名じゃないです。ここはピオって言ってあのいろんな店があるんです。うちが結構あの便利です。え、这里比较热闹哎。只有这里热闹而已。私も入るの。すいません。像那个特例屋一样，它就像是台湾的话，就是讲应该算是有点shopping mall 吗？像家乐福啦，在这边全部对全部都可以买得到。然后这边有很多那种，也有很多那种个人的小店。おしゃれなカフェとかたくさんあるんやけど、山田は少ない。主妇日常就是看看有没有特价品。哎，都是半价的。半价对啊，很便宜。那边是长良川，你要去看一下吗？长良川你知道吗？長良川は知らんの？めっちゃ有名なんだよ。降雨解禁可以钓鱼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人站在那个河手上面，扑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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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人。す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你要喝东西吗？你要喝咖啡还是？水就好。只要喝水就好。我们家有煮水，因为我们家有小朋友，所以有煮过的水，就是这个就好。你要喝水都是怎么意哦？古旧的名字没有没有，奇的吧？就是那的水很好喝。哎，那我喝这个好了。不要你知道了，不要这样子。你要吃东西是不是？你要吃什么？哎，いいんですか？いいよ。我们就是妈妈的心态，要照顾小孩。我们家现在有三种水饺，有玉米水饺、高丽菜跟韭菜。饺子。饺子好。你是不是中文退化很多？眺めがいい。然后这边可以看那个小火车，所以我通常都是看火车的时间来确定现在是几点。每天都是固定的，一个小时只有一班。像现在你刚刚坐的是两点半到的，对不对？它两点半这样过来，隔十分钟就换这样过去。哎，这个水饺是在哪里买的？我煮我包的，我包的，因为你以为日本的水饺怎么会有玉米？哎，你什么时候来日本？我已经来8年吗？还是9？一开始就来这里，结婚之后就来这。先生是这里的人。对，我有包不一样形状，所以这个应该是玉米。来日本的时候才学煮饭，而且我开始煮的饭是日本菜，是我婆婆教我的。哦。为你诚挚推荐屏科大的魔岩酱油。屏大是屏东大学。屏科大吧，我不知道哎。屏东科技大学。那酱油都是很好吃哎，而且尤其是那个单纯的就是炒，就是你如果煎大豆腐，然后就走呛那个酱油，呛酱就是直接把酱油倒上去，让它就是烧一下下，好吃哦！上次吃个吓一跳。いただきます。先把打精密些，再讲好吃吗？可是我就问你不准呢。你现在是台湾人口味还是日本人口味？这个是为我女儿包的，因为我女儿喜欢吃玉米。玉米很好吃，是不是？你自己包的？馅是我自己做的啦，皮不是，皮是买的。哈鲁卡贝子来哦，我搞烂了。
这是 Haru Cabbage。如果在台湾吃高丽菜，一定都会觉得很好吃。可是日本高丽菜除了 Haru Cabbage 之外，都超难吃的，很硬。春天的高丽菜就是 Haru Cabbage， 特别写 Haru Cabbage， 它就是比较软，然后它里面比较松，就是它里面会有空隙。如果是一般的时候，它会很密，就是压在一起。那个的比较没有那么软，然后它比较硬，然后比较会有味道，菜的一种臭味。舒服的是呢？舒服的是。岐阜县，你有来过吗？很久以前有去过那个伊岛。岐阜县在台湾本来就不有名。日本人でも知らない県だからさ。连日本人也很少。对，日本人可能自己也从来没来过岐阜，也不一定。因为我也是我老公我才知道岐阜县。所以先生的便当也是你？对啊，我做的是那个啦，烤便。すごい。すごい。一开始做便当的时候，在 IG。上面看到有人做这个叫做 Kao Ben， 我觉得超酷的，然后我就开始有模仿。本当だ。这个你先生每天？他每天看，他没有感觉。他的个性是比较温和的那种，个性会比较压抑一点。我在台湾就是这样子。我上次回台湾，因为 Corona 的关系，我已经待三年，快三年没有回去。然后我要解决我女儿了，等一下。こんにちは。お邪魔します。他会讲日文吗？他会讲日文。你跟他？我跟他讲中文，然后他跟爸爸讲日文。我跟你一样，混血儿。应该还不懂。从小就。从小可以讲。对啊，我怕他长大再大一点点会跟你一样不想讲中文，所以我就要强迫他讲中文。拿起来吧，拿起来放水槽，谢谢。先生，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はい。めっちゃ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よかった。やった。売れるでしょ。絶対売れる。所以你是台湾的哪里？台南。不要对我咳嗽好吗？你只要咳嗽，我就跟着你咳嗽。台南的乡下盐水，你知道风炮吗？盐水，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炸的那个，在那个元宵节，盐水就是意面跟风炮最有名。哟，好，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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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他会。讲台语吗？他不会。假爸爸，假爸爸。啊，我还没讲完呢。我刚刚讲的是，就是有一个人，就是这边的当地的人，我就约他们一起来台湾玩，因为我刚好回台湾。他们说我们在台湾是不一样的人，就是有很 shock dearly， shock dearly。哦，原来我就是在日本这么的，就是没有放开自己，所以回来就是有。放开一点点，やっぱり気になるでしょ。ここ住むと、ね、周りのなんかそのルールとかどういう風に見られてるっていうか、その外国人だからさ、やっぱり心配することが多い。特に子供ができたからさ、你在那个国家就是要用那个国家的文化嘛，那个地方的习惯要融入。对对对，你要就譬如说在日本不会很大声的那边随便讲话，可是在台湾就比较，也不是说可以的，就是在台湾你可能比较不会。觉得说一定会怎样怎样会被骂或什么的，可是你在日本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尤其是这种。对对对，剪刀石头布，你偷便吧。但是剪刀石头布，你这什么东西？我之前做的工作是那个踊り子，郡上最有名的就是古久踊り，日本三大盆踊り的其中之一。八幡里面有一个叫做哈库浪港的地方，我以前在哈库浪港里面打工，然后那个哈库浪港的地方里面有踊りの実演，踊ってた。すごい。踊った。这边就分给大家跳舞专用的给大家，那个快木，舞蹈舞蹈。哦，可以。来了，一二三，哟，很逊哎。为什么？为什么？我快，快，快！三一三小提琴。哎，四姑。你没有按到啊？我做这个。你想做这个？你做别人。从这里开始。できたそれ。ああできたできた。それ你有那个吗？注意的点吗？我只有吃饭呢，吃饭礼仪，希望他可以
就是不要浪费。我们家就是饭的话，你一定要不可以剩下来，就是全部每一颗饭你都要吃掉，就是比较希望它可以不要浪费。其他就有礼貌而已吧，就是会打招呼，然后讲中文。他会讲英文吗？不太会，但是他会唱英文歌。你唱那个 rock scissors paper， 你挡到镜头了啦。Hello， 我要练习中文。颜色淡度。哥哥看得懂日文，他看得懂日文，你不要再逼问我了。这边你好冷。这边。是吗？咦？你说。啊，そうだ、これだ。これは豆子。啊，对对对，豆子。甜甜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負けない。負けない。奈々ちゃんめっちゃ好き、私も大好き。我也喜欢。我超喜欢吃这个的，但是我不知道让你吃这个啦。我早上用油条。嗯嗯嗯，こ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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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やろ？これ美味しいでしょ？我是これ大好き。我也是，我也是。あの粘土奈々ちゃん作ったよ。台湾で。でしょ？这你做的吗？すみません、お邪魔します。すごい、台湾の食材が多い。準備できた？え？開けるよ。何何？開けるよ。はい。はい。台湾的冬粉，现在很流行的十三香，还有高山茶，可以煮牛肉面的，清炖。哦，啰嗦。而且有海苔哦，垂坤。然后我们家最珍贵的还没有开的就是这个。珍贵的。你知道吗？杜小月。杜小月，你不知道，台南一番有名的店啦哟。哎，你要回松本吗？回松本就留一罐给你，分享给妈妈吃。我不要分你吃，我要分妈妈吃。麻辣锅，红葱酥，哦，嗯，猪卤肉饭一定要有的。爱玉子，爱玉，爱玉子也是可以抽爱玉啊，我们也可以来抽爱玉。十页都有哎。你真的只穿这样？你要不要外套？嗯，没关系。你确定？我是我可以借你一件很可爱的外套。讲。水风嘛，台湾不是有当兵吗？我妹妹的老公他就是有后备军人啊，然后他上次就拿了这件回来，就被我拿回来了。我说可以送我老公吗？我就把他带回来。盐水风炮的话就是这个关公，盐水风炮那边就是有五庙的话，它的主神就是那边的神明拜的是关公。哎、欸，这个很酷哎，是不是？你就穿这件去 ，OK？、欸、可以吗？可以。じゃあねまた。你要跟哥哥抱一下吗？可以。谢谢。不会。嗯，明天见。明天见。拜拜。真的很冷哎。这里真的。真っ暗、数メートル先が見えないみたいな、そんな暗闇の中を歩いてます今。あ、こんばんは。失礼します。这里是我今天要住的民宿，用以前的那个日本的建筑物盖的，很有日本的味道。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我也不知道想见谁。啊，すいません、失礼し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数到十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可以吗？可以。快点，这个先弄，放上去。せーの。我一下，这面比较好看。一个水。好，还有多少人啊？还有两个人。いただきます。哇，肉松，很棒哦。有肉松就好吃。嗯。我的肉松都是拿来当那个欧鸭子，我小时候都会用手这样捏。对，我也是。你也会。就是我直接那个罐头里面。对对对，你觉得你买？哦，これ念のためにも可以吃的吗？これ有机油的，犹豫了很久要用什么菜，我后来是想说用小松菜好了，比
比较少见，很可爱吧？他要放在台湾还是要带回来？他说要带回来，我们就带回来。哦，很可爱哦。好可爱这个。哇，ご自宅ですか？自宅兼。貸し出してるみたいな。あんまりね、公には行ってない。あ、そうなんだ。どこに住んでんの？部長。あ、長野。長野。全然知り合いじゃなかったよ。ラビっていう、はい、郡上八幡にあるレストランがあるのね。の店主が私にいるよって言って、はい、ここ飲食店営業を取ってるから、そういう子がいるから、もしもの時は使わせてもらうことはできるって言っていいよってまた話。するわーって言って半年ぐらいまあでももうそのこれがあの台湾ソーセージそうなんだ持ち込みがその腸同じ体腸の中に詰めてそうそう詰めてあるで味付いて味付いてなんかピーナッツ入ったり塩入ったりそういう味付けしたお惣菜みたいになっとるんだもち米のそうそうそうあーやんそうキーウィンウィンスズライラよまやくろまやくろまおねぐはい。まだ明日でも良か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明日またお世話になります。すみません。はい。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ちょっと待ってよ。何て人ってこれ。ああこっちか自分のおじいちゃんがここじゃないんですけどここの近くのピントンシェンっていう隣の県なんですけどに住んでてもう田舎ですよねめっちゃ田舎やった建物とかあれなんだけどおっちゃんがめっちゃ面白くってお茶の文化があるじゃんね台湾って普通に暇してたらなんかここに座れみたいになって全然日本語とかしか喋れないからずっとなんかお茶を飲まされたりとかありがたかったんだけどなんかそれが面白かった3日間滞在してなんかお祭りの待ち時間とかで感じで仲良くなったの面白かったねやっぱなんか向こうの人って結構ラフないい意味で適当というかあ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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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れがいいよねこれですおお作ったんですえすごい今日使うのはここがオーブンスペースになってますこの上に粘土が敷き詰められててこの粘土に蓄熱をすることでここがオーブンとして使えるんですもともとは別の場所でここがまあ自宅兼宿ですね移住されてきたそうですここね嫁さんのおじいさんの家なんですよそれまでは僕ら違うところに住んでたんですけどこういう田舎暮らしが好きで僕最初はね全然好きじゃなかったんですあそうなんだ農業がやりたいばっかりでここに来るまではプロの農家として出荷したりしてや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それまではこんなに田舎に住んだことがなくて何が違うんですかね田舎の暮らしを田舎の暮らしで一番いいのは生きていける感覚ですね何があっても生きてここでは生きていけるなっていうかまど一つとってもそうだしこんな木なんてその辺に落ちてるでしょ水は山からの水を引いてきてるんですよねこれはお金がなくても生きていけるじゃないかアンチョビ、アスパラ、ソーセージ、キノコ、バジルはあのうちで作って取れたんですトマトもあの夏の間取れたものを瓶詰めにしてなんか岐阜県あんま来ないんですけどいいところだなって今回来て思いました地味なのではい、あ、はい、いや、でも実際そうでシャイな人いや本当ですか。こういう田舎はあんまり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すごい貴重な土地だなって思います。そうですね。人もいいし。おお。すごい。双子の農家。はい。いただきます。美味しい。よかった。生地の生っぽい感じも、これはこれで美味しい。これはなかなか。自分たちで取りに行った食材で作るっていうのは、より美味しそう感じ。その辺にあるっていうのがいいですよね。これその辺にあったやつですか。そう。でアスパラもまあその辺にというか自分育てとるんだけれどもその辺から取ってきたし。もうなんかコンビニとかそういう
ところにはあんまり行かないんです。コンビニで我々が買えるものは水、ビール、ナッツ、ナッツ、それぐらいです。パッと食べるとすごい味も濃くて、あ、すごい味だって思うんやけど、それを食べ続けとるとだんだん体が疲れてくる、積み重なって、もうあんまり食べるのやへぇ、カップラーメンとか大好きやった。じゃあちょっと短い間でしたが、いえい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すごいな、この木。本当にトトロ出てきそう。こんな子から。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ここ数日お世話になってる鈴木と申します。すいません、こんな朝早くから偉人、偉人做完了。做完了啦，就你帮我老妈做完了。那个どうですか？顔弁。興味ないでしょ。毎日感謝していただいて。ありがとう。行ってきます。は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理由はなしか。放下吧，比较。は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行ってらっしゃい。ゆっくり。変な感じ。好笑，看他脸。哈哈，くしゃくしゃ。哦喂。江江江江，我们家都是江江江江。すごい。台湾でファンちゃん。对。すみません、朝ごはんまで作っていただいて。いただきます。嗯，おいしい。你在台湾有吃过吗？这个。有啊，他可以一个人吃掉大人的一个哦。第一次买给他吃的时候，他就把一颗吃掉了。帮你们两个放豆子哦。哦，开心吗？我是呢。耶耶，我可能住在日本是我人生里面住最久的地方。盐水我只住了大概六年，然后嘉义住了三年，台北我住了五年还六年，然后我还去了中立住了两年多吧。你一开始就会讲中中文？对啊，我一开始就会讲中文。我日文系的。啊，是哦。所以你还是学生的时候会想去日本住？我没有想过要住国外这件事情哎，因为我觉得我比较胆小，就是很有自信，但是又很没有自信的人，所以我没有想过我要住国外。结果，这个你第一次来这里？这一间店是第一次，之前会啊，会一个人去咖啡厅啊。它这样子很多哎。嗯，你吃得下吗？吃得下，我是大胃王。可是如果比较随性的朋友的话，日本人也会可以当朋友吗？不随性也可以当我的朋友啊，这样好像我很挑朋友一样。因为你说在这里比较少朋友，很难去定义他到底是不是朋友，头目大吉还是喜利阿姨。因为如果我觉得是头目大吉，然后被说是喜利阿姨，不觉得很难过吗？那我们是喜利阿姨吗？还是？你说呢？你自己挖洞给自己跳哦。来，之后常常会见面的话，朋友。叫知り合いな。知り合いだとちょっと。いいでしょ？なんか難しくない？因为日本比较分得很清楚，就是知り合い跟朋友。因为通常我们在台湾见了面碰到就哦，他就是哦我朋友啊，刚认识的朋友，他是我朋友的朋友啊之类的，就不会有知り合い这个词。是应该那种可以讲出来自己的烦恼。对对对对对，不是只有听，互相还是朋友吧。那你先跟我讲。我跟你讲什么？南亚密码。下一个我。最近烦恼就都交不到朋友，你觉得怎么办呢？我也很少朋友。你会觉得寂寞吗？我喜欢一个人。到底几岁？如果娜娜开心，就都觉得还好。然后想做的事情有做出来的话，就也还好。然后最近才跟我老公说，我说不好意思哦，哎，我说谢谢你努力工作，让我做我想做的事情。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所以就是我们家的经济压力都在身上。然后就说，然后我现在不是在开店嘛，他也没有说不要什么的，他还是就说那你就去做。
他也没有急着叫我去找工作啦，也是人蛮好的。他想跳下去？可以啊。这次怎么样？人家是我问你的啊。很开心。好玩吗？好啊。巨山好玩吗？下次也很想来这里，这里的自然好棒，蛮适合居住的啦。年轻人的话就有点可惜，就是年轻就住在这里的话，就觉得要去闯闯天下再回来会比较理想啊。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不行做这件事情，但是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比较多，因为有体力，就是做的方法跟做的事情不一样。20岁的时候跟30岁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还是会不一样。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觉得你很棒，因为我现在是妈妈嘛，所以会比较担心，有时候会当然会担心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吗？这样真的可以吗？真的，当然会担心，但是我觉得很好，有自己，至少你有认真在做啊。等娜娜长大之后，我们一起。娜娜长大，她现在才3岁，要是。はい、わかりました。谢谢，嗯，好，拜拜。